财产赠与同意书。这个蝴蝶是回来，可袂得甲我关在房间里后，鬼头鬼脑，甲煞会带走。到底要从啥物遮尔神神秘秘？敢讲是要趁油香水无滴时阵，要变鬼变怪？兄弟，啊，你是在底下？你毋是在困？啊，我困袂起啊，行啊，来拍电动。阿木哥。阮大伯哦，总经理的位置哦，虽然黄搬掉啊，啊，不过我这个副总哦，还佫有足侪工课要做，我先回去公司一撮。陈中信，既然你要住伫遮，你要甲少怀照顾好，啊，若无，你就免伫遮住，知影无？行啊，行，咱去拍电动。哎，等你啦。我拄只看你唔知你签什么物件，敢那遮趣味呢？签文件哪有做好趣味的？拍电动较好耍啦。哦，啊是讲嘛唔对呢？阿阿婆除了离婚需要签名，佮有啥物物件需要签名？你莫胡白讲啊！我甲蝴蝶拢小区区的，哪会离婚呐、啊？哦，安尼是啥？我就想无啥物物件爱签名呢。有啥物？同意书，嘿，哎，上几波？哎，用讲的哦，较好袂记的啦。你想到啥，你就直接甲伊写落来就好啊。哦，对哦，还有一包、哦，就赠与同意书。那、是赠与啥物物件啊？是手机啊，是棒棒糖？不是。敢若是搁较重要的物件，我嘛无少侪钱会当予蝴蝶甲小区区。哈、啊，财产赠与同意书。啊，是要有啥个？当然是蝴蝶啊。啊，不过内底写啥物，我就无清楚啊。啊，搁有我签名。我哪会感觉你这摆位病医转来，敢若变较巧呢？敢讲你袂话？啊，你嘛好啊，我本就足巧的啊。哎，是讲赠与是啥物意思哈、啊？赠与就是。啊好啊，你莫想啊啦，你手机借我，我家己查。哦。对哦，想要啉啥子呢？你敢要？有啊，我替你。啊。油香水，恁老细传到你的讯息，恁也是要看无。安尼，你的财产，予迄个蝴蝶甲你怪去，你就唔通怨叹，算你衰。但这同意书哦，交予律师处理过好了后，我这只蝴蝶哦，得当四界飞，飞去哦，我想要去的所在。我就唔免勉强家己，搁甲迄龚少怀这动工的白作伙。拄则看你行路行到这尼欢喜，原来就是为着这样。这是少怀爱我的证明，那是你骗来的啦！你根本就利用少怀对你的爱来骗我姜家的财产，安怎？啊，这声我抓到你的骨卡吼！什么骗你的财产？我是少怀的太太，
是宝宝的妈妈，伊把财产送给我，是要让我甲宝宝有一份保障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。你莫因为你无法度控制少怀，就直接见小邓生气。你，你莫是讲你骗少怀签一份同意书，你就当作风作影哦？你唔通袂记啊？少怀伊是有摕残障手册的人哦。伊签的字无一定拢有效。少怀签的字是毋是有法律效力？刚好律师去处理就知影。就算够有法律效力，只要我撤销，伊摕一张纸嘛是废纸。那你就试看卖啊，看是我的律师较敖，还是你的脚手较慢？到底是在讲啥？本来你讲你甲少怀有囡仔，我搁半信半疑呢。后来看你骗少怀。甚至把财产拢转移掉，安尼我就这样相信你巴肚内囡仔根本就是当刁船的嘛！啊，你搁想要吼，把财产乖乖拢带伊走啊？唔管我哪解释哦，你就是有话通讲。啊，唔管我哪做，拢看袂到我的好处。既然安尼，我就乌你啊！等你领遗产。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惠弟哦，我是袂离开少怀啦。你若是坚持唔答应，我只好另外做 pass。啊、哦，我的保险经纪人的名片咧，我要替少怀哦加保，替伊买足侪足侪意外险，这种保险哦小个大碗，就值得投资的。因为唔知影是意外还是明仔会先来，这哦向龙讲袂准。你是要害少怀？你唔通我别人讲哦，我会当甲你告。你这袂计小查某。哎呦，妈，你是安怎？头壳晕哦，还是讲血压升悬啊？啊，你唔是拢有伫食高血压药啊？哪会阁会安尼啊？我知影。就是你的性地歹，脚袂着就要骂人、拍人，安尼哦，就算讲你大天拢食高血压药啊，嘛同款会中风，这叫做报应。你搞掂你！我的同意书，是这个变态老婆你。公妈中风，我就中风啊！哇，我真正是乌鸦嘴，见讲见对。妈，啊你徛伫楼梯边啊，是要练功夫哦？安尼少危险的呢，你一步拄好，就变作无敌风火轮了呢。只要你哦，搁重新签一份给我，我马上就救你，好不好？你要想，妈，你的嘴拢歪去啊！我讲话我安尼漏风漏风，我叫你要顾忌。看起来哦，要改善咱两个人的关系哦，真正就困难。哎，说说去啊！在你的心上哦，讨袂到的温暖，我只好为少怀的身躯顶加倍讨。妈，你真正受冻啊，我根本抓袂住啊！
蛇口中草，吉啦背后尖，最毒妇人心，真正让我亲目睭看到啊！妈，妈，你抓我！其实啊，我巴肚内底啊，就无少怀宝宝。啊，不过也不是陈东俊，因为啊，我根本无有心。大伯是什么时阵来？伊敢有看到我淋雨吗？还伊跋落楼梯的过程？阿姨，你有认得我无？我开阳啦。我来，你安静小姐吧。哦。哎呦，阿姨，你讲话甘老卵，你最好莫讲一挂无情无作的话较好啦。讲你拄仔讲的话，颠倒我一个灵感。我滴啊，安怎？咱合作做伙，把蒋家的财产提到手，好无？啊？你卖定钱啊啦！你老孙讲，即马还是堕落，你就会当叶少怀的天子，号令天下。然后蒋家愿意做主，你毋通袂记哦。你甲陈东俊影片都伫我的手诶，我随时会当送你离开，到千里之外。你小心啊！阿姨啊，你拢已经死到临头啊，搁嘴唇皮小款待哦。你应该是目屎流目屎滴，救我都爱救你。即摆你的表现哦，真正让我不满意啦。想不到你这个铁娘子好像有两倍的一面哦，你放心啦，我袂这么简单让你死，因为你必须要活的，看我把你所有一切抢回来，让你感受一下，当当年你将原本属于我无极集团霸占的时，那款滋味啦。这几年来，我的自尊，让你打在涂骹。你完全无好对待我这个情人囝，既然安尼，我嘛爱你目睭金金，看我灵智少怀，你害死我伦伦，所以你嘛爱感受一下失去唯一后生的痛苦。我不准你死。你若敢死，我绝对陪你死。星啊，你行较慢的啦。是少怀星，你来走来吃。行了。用香水来倒贴呀。都是家了，你进去啦，妈，妈，阿星啊，我不敢死啊，你拢无反应呢。哎呀，是工商会啦，哎呀，卡电话叫伊王姨王姨啊，哈，我一个人坐王姨王姨啊啦。妈，妈。